道呢，过年的时候会有财神也来到。同样的呢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也要有一些财神阿姨姐姐呢，来到这边和大家恭贺新年。所以呢，我们带来的叫做爱神姐姐来到这边，把爱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舞蹈群的爱神，来掌声鼓一下。